吃吗？啊啊啊！嗯，啊，喝喝，给给给，喝。够高的，我都能听到蒋江的心跳了。孙医生好巧啊，好想吃甜食啊。你好。吃不了这么多，你帮我吃一些吧。我不吃甜食。好吧。哎，等一下。你现在还喝不了酒。哦。准备了一个礼物送给孟非。搞对象搞不光叫哥哥呀，是什么心情去呢？就是没事，肚子带一套，家里放一套，这就是有钱人的送礼方式吗？是。妈妈，这个送给你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带同款项链去逛街了。给我？谢谢宝贝女儿。爸爸说要给你过生日，我准备了这些，希望你可以喜欢。谢谢爸爸，谢谢你，沈总。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等晚一点吧。不行，很重要。没关系，你先去吧，我去找小美玩。到底什么事儿？沈毅，如果我跟你说我喜欢你，你会跟我在一起吗？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对我这么好。你说的这些事情，你爸爸也可以为你做。对不起。果然，
全是因为我脸上这道疤，我还愿意不在意了。小八，你真的是当年那个他吗？当年他很温柔，总是喜欢替别人着想，他的性格就好像孟回一样，孟回的脸上也有道疤，可他总是不想让伤痛扩大，他不想让别人看到这道疤，为他难过，替他可惜，他认为这是双面的伤害，所以他每天都会提前两个小时起床化妆，遮住双疤。而你恨不得让周围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脸上有疤，你不断地拿这道疤来戳痛我，要挟我。我想你们应该不是同一个人。怎么不是一个人了？你凭什么不相信我？如果你的确是那个女孩，那我会补偿你，你想要什么都行，但是我不能给你爱情，我已经有梦回了。妈都在这儿。哟，装不太防水啊。